你不让我练剑，参与文学侍从所选为什么也不行啊？没有什么为什么。爹，你爹，跟我回屋去，进去，老老实实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爹，把门给我锁上。爹，爹，开门啊！爹，开门，开门啊！孩子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参选侍从。你多大了？我你们这儿多大能参选呀？年满18岁才可以参选文学侍从。我今年刚好18岁。你有18岁吗？有啊，我和他还有他都差不多，还有，我比他小一点儿。坐吧。选了。这么快？对啊。我是有急事才撞的您。来，我陪您的鸡仔。这还差不多，你以后走路可要小心点儿。哎，我走了。
再见。孩子都关了半天了，也该让他吃点东西了。去，把门打开。喂喂。出去。嗯，还算老实。你的文学跪下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元儿，你选上了。选上了，我选上了，爹，我选上了。哇，我选上了。你给我下来。爹，我选上了，我真的选上了文学侍从。还有脸笑你？我问你，谁让你偷偷跑出去参选文学侍从的？爹，这王旨已经下来了，你不会抗旨吧？你，我看你是家法挨得少。爹，他这是要气死我呀！哎呀。